大家伙都听着，当年曹孟德在成皋县逃亡的时候，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，可是他却恩将仇报，杀了吕伯奢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他恩将仇报啊，杀了自家的伯父，他就是个奸诈小人，无耻之徒啊！来人，在，拉下去，快拉下去，挪挪，放肆！公太兄是何人呢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骂我两句怎么了？又掉不了一根汗毛。再说，公太兄说的有道理，骂得对，骂，接着骂，骂痛快了，咱们喝酒。曹孟德呀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如此皮厚。